民政与安平家庭台湾历史原点，咱来掌声欢迎郑水平博士。郑理事长，议长，还有文化局、社会局的长官，各位中青会的代表啊，大家，各位正式中青的长辈啊，大家好。我这个是第二次来正式中青致辞了啊。啊，但是迄个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吼，重点吼是迄个正式这个家族吼，在台湾历史上面的影响啊，影响啊。啊，我用迄个这个讲本吼，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吼，来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啊。我这个报告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对安平遐开始讲起啊，啊，这因为我做安平古迹啊，写700万字，我拢总写470万字啊。啊，所以迄个第一部分对安平遐开始讲起哦。第二部分吼，来讲伊甲荷兰的比较哦。啊，因为咱对荷兰无啥了解嘛。荷兰伫西洋的历史顶端吼，会使讲迄个有一个维根斯坦吼，伊写世界的体系吼。伊第一个体系就是荷兰，第二个体系就是英国，第三个就是即卖美国哦。所以荷兰伫17世纪吼，会使讲做上强的国家啦哦。但是第三讲呢，对荷兰赶走哦，这是伫东西交通的历史上吼，第一类接触吼是第三讲呀哦，第三讲呀啊，所以这按台湾的历史是哦，除了若无第三讲吼，按着含印尼相共，印尼荷兰统治到第二次大战为止哦啊，但是按台湾煞变作以家族啊，就今仔日要讲的重点哦，以汉人家族这为主哦，啊是按台湾即马已经离婚率吼提升大个哦，这家族足重要哦，安尼离婚率已经1/3啦哦，家庭你若伫网络甲看吼，家庭强要崩溃啊哦，但是安尼第三讲迄阵开始吼，建立这个哦，通过咧讲孔庙哦，建立这個家族啊哦，即款伦理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啊，但是这那是有利有弊啦哦，家族就是一个较保守哦，一个界限内底哦，按所有的宪法咧保人权哦 ，human right 哦，咧保障的拢是一个家庭哦，家庭的空间、家庭的安尼身体、安尼名誉、安尼财产哦。拢安尼扣税，拢用家庭为主哦，所以这家庭就是按电脑，即马按电脑第一页叫做 homepage 啊、哦。我问郭台铭当署长吼，伊小林就在吼，伊就甲我讲，我按来建立这个电脑第一页 homepage 啊、哦，这 home 的一开始哦，所以这个意义吼、哦、是非常重要。啊，我即个讲即个题目吼，我想着讲，我咧做即个跑步吼，想着讲我伫安平吼，哦，迄个拢总1108人吼，哦，我地毯式吼，用户口资料去做吼，哦，一点点滴滴在，哦，即台湾历史原点啦，哦，我拢总迄阵我20几个教授做伙做，哦，会使讲非常重要。所以安尼台湾的历史吼。拢是外口来写的历史，哦，外口的人，哦，荷兰写荷兰的历史，西班牙写西班牙的历史，就最近出来了，哦，啊，迄个一款英国也有写英国的，哦，啊，拢总差十二届国旗啊，哦，我前届来伊才有讲过，哦，我去巴贝多的时阵，伊离加勒比海，吼，伊嘛是荷兰占领，同一个时间哦，哦，我内有那项桥头先讲，拢做工匠，哦，啊，有一个铜厂。啊，含桥头同厂拢咧做糖业博物馆啊，咧做艺术村。我代表联合国的台湾的吼，去遐参加，哦，看一下。啊，但是伊换两届国旗，即、這个岛吼，30万人一个，哦，啊是安怎较袂使一个，这嘛是奇怪。啊，所以按这個记忆吼，按这個记忆甲记录吼，甲历史的这个意识吼，其实做混乱哦。啊，拢总差12届国旗啊，吼。啊，第前讲是。来安台湾是一个重要的王朝、哦、所以这是很重要，虽然是反清复明、啊、但是在地化、哦、
伊搁伫留落来，像唐国会长咧讲诶，好咱留伫台湾啦，足侪西方也有留啊，日本也有留，但是地先讲留落来上介侪，吼、哦、上重要。啊，这安平诶研究吼是足无简单诶，你搁看我，看我去这个标点馆吼，你看差偌侪资料吼，啊，这个资料吼。我来找我那个雷射笔，啊，这个资料，我在这里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资料会使讲，我下骹一摆拢是阮出版的哦，迄个我伫成大时阵吼，成大时阵迄个三档吼，啊出版的安平的资料，顶原是去收集的吼，收集内底也有荷兰的，也有日本的，啊安平的第一本的历史吼，唔是台湾人家己写，是日本人写。哦，但即卖咧讲湾生台湾，台湾生的日本人写，因即卖还搁有一个安平会，哦，所以这是足见晓的代志。台湾人无唔知影台湾人的历史，哦，唔知影地先讲真正的历史，哦，啊，煞变作日本人，伫台湾出世的日本人，等于东京、Tokyo 啊，成立一个安平会，写安平的历史。第一本安平的历史是日本人写，哦。这是足见晓的代志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历史吼，按是安怎想写啊？读历史甲地理，一个时间，一个空间，这就是一个人。咱去筛选的时阵，就爱知影你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安尼就是一个人的存在。哦，这是足重要的意识，啊，但是咱台湾的意识吼，哦，是来足薄弱，哦，所以这个地先讲的研究吼，是迄个一款按台湾的历史的原点，哦，也上重要的记忆，哦，啊，伊一个按即马。对这台湾这是安怎安平较重要呢？这安平就是台湾族的开始，哦，台湾族叫一族伫遮，拢做四个乡，哦，所以这个安平这个古早的地名叫做安平，伊叫做台湾，哦，所以荷兰的所有的资料拢叫做台湾，哦，这台湾这顶管的这个图吼，会当看出来，这个荷兰的时代吼。哦就是伫台湾遮吼，去哦，大家看这个图，哦，去这个城，哦，即卖是台南的国旗五旗从化区啦，哦，五旗从化区，哦，旗县户拢伫即搭遮，所以这个台湾这个因过汉人来的时阵吼，它叫做七坤星，哦，这两三是无啦，七坤星，七坤星就是沙洲的意思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。安平遮吼是差不多，就是即个三分星，一直到七分星，即大家吼。啊，因为啊，诶，安平吼是拢开始的时阵是过即个德白啊，哦，过即个德白啊。啊，即就是迄个原住民吼，西拉雅族甲马卡道族，伊拢是族文化，哦，族文化。所以迄个因为啊，全无共哦，我里头做口述历史哦。啊，所以安平古早是即个台湾原住民伫即个所在，即台湾原住民呢。就是先做上面款的，就先做什么？这个岛这个款，哦，伊是母系社会，哦，查甫人，哦，荷兰来先去拜访台湾原住，哦，迄、那个台湾原住派一个查甫比伊加一粒头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做高墙大汉，哦，啊招待迄个荷兰去遐，哦，迄、那个参观，啊，但是讲爱伊某同意，哦，所以有诶财产拢伊某诶，所以按即卖司法民法规范的迄个家庭诶物件，所有诶财产，哦，拢是迄、那个。是讲物权哦，内底物件，内底迄个土地，啊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继承权，迄、那个建筑哦，啊是迄个一款，迄、那个内底所有的财产哦，拢继承权等等哦，拢是查某人的哦，拢是迄个希腊雅族的台湾族的族人的，迄阵伊是母系社会，所以典型讲来，它改变变作父系社会哦，所以这个台湾族本正伫遮，伊是母系社会。哦，伊即迄个所有的财产，按照民法内底家族咧规定的，所以按这个台湾的历史要反省，来对遮开始。哦，想要开对查甫人当家，变作查甫人家天下。哦，即种的父系社会，啊，即摆佫要变倒转来。哦，即摆像阮高雄已经女性执政吼，包括伊丢菜，吼、哦、已经要十档啊，女性统治高雄啊，要十档啊。哦，所以这个。即、这个女性意识抬头啦，哦，所以即个爱安爱翻身，哦，所以英国啊，台湾做哩叫做砍手婚，啊结婚叫做砍手阿棒，那离婚的叫做棒手，哦，啊，这毋是我凊彩来看的，哦，这文献资料有写，
啊，这台湾湾主里交偌济人啊，可以战斗的男子，伊就一款荷兰的记录4500人。啊，因为安平区之的人口是几块下，一些毛豆社丁丁细乡吼，拢总啊可以战斗的男子吼4500人，啊那加上老弱妇孺，估计1万多人啦、啊，哦。啊，所以这台湾的文化是对产品文化三万年以前开始，伫迄个八仙洞遐，啊安尼，迄个一款都兰遐有，啊安尼，迄个一款，迄个南部遮吼，啊有迄个佐证文化，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千手分吼、哦，是迄阵的家族，哦，按照今仔讲的重点，第一个单元，哦，啊，所以结婚叫做娶妻，叫做牵手了，啊，离婚叫做放手了，啊，放手的时阵吼，按怎啊不相干，所有的财产拢是查某人的，所以你查甫人捡铺盖滚蛋，哦，啊，那个查某的送你一个礼物啊，啊，你这个按怎啊会多得病啊，按怎啊迄个一款家庭吼，甲财产吼。权力制度吼都要改变，所以人甲人的制度，我破除为就是，伫卢梭的迄个《社约论》遐来，哦，《社约论》内底伊就是咧讲，即个约定，所有人的约定就是对婚约开始，哦，约定对婚约，契约就是对婚约开始，哦，婚约就是司法，哦，私人的、民间的，哦，啊，即个所以其实是根据即个法律的，哦，应该是做想清楚。哦，所以安平法咧过，拢过迄个家庭的代志，哦，拢迄个啊，公法吼，开始迄个刑法啊，迄方面，哦，所以这个家族的历史啊，哦，这是足重要，哦，啊，所以原住民咧本来制度是安尼，哦，啊，这记录足侪，所以按今仔日时间的关系，我都详细讲，哦，我离迄个高雄公众大学有一系列吼，迄个一款。电视的讲座吼，拜一个拜三吼，啊已经放掉了，应该有迄个档案吼。啊，所以以前这个母系社会先做三块的讲这个伤吼，所以按今嘛咧，咧有囡仔吼，这其实对原住民遐的传承啊吼，这不是迄个我去厦门读博士吼，啊伊这个因遐我拢做比较吼，我那真正无讲吼。啊，所以这个东汉记吼，李明瑦这个称帝吼，伊就早就记。即、这个按台湾遮的代志哦，包括按高雄哦，伊即个赛船哦，对平洋遐赛过来哦，一路拢会当看到，即马台湾一直到即、这个双溪口哦，搭到双溪口即拢总有哦，啊伊只习俗哦，伊个家庭哦，甲习俗拢有记载哦，所以但是即个改变对于荷兰开始哦，荷兰开始按台湾哦，对西班牙到荷兰哦，按台湾拢总差12届国旗哦。啊不，即马个变作的一届国旗，一种国旗吼，是台湾讲的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共和国的？这是真正历史性的关键的时刻吼，大家要仔细的去想自己的历史定位哦，时间跟空间人的存在的问题哦。啊，荷兰的时阵，伊这个巴达维亚哦，是伊的印尼的总部哦，啊伊较去。伫台迄落本身去澳门，阿尾仔来咱台湾哦，阿卡尾仔佫去迄落拿拉萨去，有伊即个有一个全球航线哦，所以伊即个城，伊是巴达维亚，即个城哦，甲即个市哦，巴达维亚市吼，诶规模足大的，即卖印尼的雅加达哦，啊，所以伊伫遐做根据地吼，来咱台湾哦，啊，伊去到对咧，去到日本的迄个拿拉萨去的出岛，所以出岛一个荷兰的纪念馆。所以要研究台湾的历史，足歹研究，因为这个伊这是海洋的哦，海岛的海树的哦，所以伊这个要研究特地哦，伊这爱跨区域研究哦，大拢对本土哦，像我阿姨研究桥头，阿在桥头里啊，做这叫做本土的名呢哦，因为俺是岛哦，俺是海洋，俺高雄市呢是高雄港哦，所以爱有一个国际观，有一个海洋观哦，啊，荷兰迄阵伊就是很。规模很大，啊有一个迄个金银岛的机密，啊等一下较转来讲，哦，啊安平的迄阵的船哦，变作对迪拜啊，变作一种荷兰的，一阵全世界享用的船，哦，我以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替全世界做船，哦，包括瑞典等等，哦，啊不要这种技术的话是由英国二年，哦，所以称霸的结果也不要是英国，哦，啊所以荷兰迄阵有三角贸易，这就是我去。家己用15万哦，走去到巴贝多参加联合国的世界联会哦，啊伊遐有一个三角贸易，我刚才哦原来我破损跟含这有关系，伊就是遐就是做黑奴
哦，伊个迄个伊个老公就是做黑奴，啊，台湾就是孤立，啊，迄、那个郑成功来台湾就是孤立头，郭怀疑因这顶顶走去请郑成功来台湾，哦，因为迄、那个帮帮迄个孙中山的迄个民主、民生、民权的不平等相共，哦，因为这殖民地也开始不平等，哦，所以伊啊，卢梭的理论，卢梭迄阵因有理论出来，但是按台湾无，哦。但是咱台湾有行动，就是这个不平等通业，这不平等吼，伊开始请郑成功来，吼、哦，就是鼓励开始。啊，这个巴贝多的铜像，哦，拢一模一样的，无，你无很尊重你的历史，独一无二，哦，安尼人是独一无二，但是安尼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中的一部分，哦，所以这对巴贝多的比较，伊就知影讲这个全球的情形，哦。啊，这就是荷兰底下建立的热兰遮城，哦，阿哥热兰遮市，哦，热兰遮市里热兰遮城的对面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荷兰的地名，哈、哦，包括现在纽西兰就是 New Zealand， 哦，啊，以前 Z 吼就是伊的这款英文的 Sea 的艺术，哦，海陆之城啊，做水的名，哦，啊，所以这 Zealand 是荷兰话，哦，离荷兰本身有哪一个 Zealand， 哦，啊。纽西兰啊，佮包括个热兰遮城，即拢叫做拢一模一样，叫做热兰吼。啊所以即个荷兰而且建立即个城吼的时阵，我的一个同班的厦门大学的李美国，转来咧摕博士的，伊伫纽约哦，伊写一个荷兰佮按台湾的即个热兰遮城的比较哦，因为1624年时阵，东印度公司来到按台湾。加建立这个城，但是西印度公司去纽约建立新阿姆斯特丹，哦，所以按有一个迄、那个加立的想开这个在讲，这个维根斯坦的迄个世界体系，先让海用荷兰做第一个模式，哦，有一本书叫做最重要，叫做桑巴特的，按侬知影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，但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是对桑巴特来，桑巴特的《资本论》诶二分之一的篇幅是咧写荷兰。哦、所以这个郑成功对荷兰啊赶走，这是在全世界吼足少罕滴有诶代志哦，拄啊打可能拄啊打台湾尔哦啊，所以这个荷兰迄阵是全世界诶这个监管哦，这个会使讲伊诶哦起这个城作用哦，纽约港这个时阵哦，这1637年的起好啊，但是迄个纽约哦到1659年才起一个城哦，新阿姆斯特丹。哦，所以迄阵荷兰里家拢总3000人，里城内差不多1500人，拢总4500几个人，啊，即有哪跨国足侪种人就对了，哦，啊，包括日本的海德，哦，啊，迄个下层结构的外破除我们的孤立，哦，啊，迄阵有发生一个事件的，冰田利兵卫对日本，对这个荷兰的众多抓掠去日本，哦，所以这个按台湾的历史定位，哦，对这个荷兰历史当看，哦，这殖民时代开始，哦，这移民，哦，这海盗，哦，这有够好惨的对，哦，啊，不要发生这个海战，哦，就这个郑成功对这个荷兰赶走，哦，所以这些老作者古迹里荷兰，安平这个所在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中，我去保护这个中央街的企业家，哦，的时阵，哦，实在感受足大，上历史的所在的人，哦，伊不爱历史，哦，这实在我。一世人拢在想这个问题，哦，想要台湾人做历史，较不爱历史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小琉球的伊个下层结构，吼，伊个乌龟洞，吼，乌龟就是对这个下琉球下来，啊，印尼，哦，这块破除文内底有写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结构，吼，是郑成功对于这个荷兰赶走的这个塑墙图，哦，所以这个所有的历史，吼，台湾的历史，吼，拢总被扭曲了，哦，所以这应该是爱。对伊个真相啊，对历史的真相、历史的原点，甲吹出来啊。即、哦这个安平吹响曲就是即、这个私生子啊，即、哦这个荷兰的船医吼诶私生子啊、哦，所以即、这个按台湾的即个剑吼诶即个物种嘛，会使讲做复杂趋同趋异哦。即、这个迄、那个达尔文的演化论吼、哦，对这吼会当看出来哦。啊，所以即个资料有够侪啊，即、这个荷兰吼留即个蓝血吼，结果安好个拢无留落来。这个日本哦，这蓝血病这铺设预局哦，日本现代化诶第一下开始哦，所以现在做更小的就按爱来翻线哦，所以这个上层结构、下层结构是孤立，上层结构是这个一、这个机关哦，机关资方啦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安平哦，啊台湾的历史
对于这个台湾湾哦，比这台湾湾做比这安平，比这荷兰哦，台湾做比荷兰，荷兰殖民地比这机关哦，典型公家族为主哦，正式家族、正式军队、正式的贸易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典型公这个家族有够好走的哦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成功之母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大家一听，我们刚才笑话的讲，失败为成功之母嘛，啊，不是啊，哦，标准答案一个是田川，哦，田川一是你不能混血儿，郑成功是你不能混血儿，所以安家来换先典型公这个家族，哦，这郑芝龙一本身会用四种语言。哦，一样闽南话，伊造用澳门，一样讲葡萄牙话，这翻译啊，一个伊用俩去西班牙，哦，俩去菲律宾，查一条处长，所以伊也用讲西班牙话，啊，一个也用来荷兰，啊，个去日本，哦，所以伊包括闽南语和拢种国中语言、外国语言拢种四种，哦，所以这个郑芝龙是简单的日本，哦，啊，伊是古丽桃，哦，古丽桃，伊造用菲律宾哦，这古丽桃，所以伊是。这个孙中山哦，孙中山不算什么，你研究郑芝龙你就知道，他为什么郑成功为什么会把台湾夺回来，而且争取民主、民权、民生的不平等。台湾是三民主义的开始的所在，卢梭也不平等理论对台湾开始，哦，所以这台湾人来出秀，台湾人有行动，有这个经历，但是无迄个出秀。哦，即马就爱对即个意识、甲即个思想建立起来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哦，啊，所以郑芝龙叫做正义官，哦，叫但是迄个伊较早开始叫做郑芝龙的，因为导伊清朝做官导航，清朝吼，哦，那是中国人迄种监管，哦，阴阳我称为阴阳政治学，表面上一套，下骹一套，所以伊甲封一个官，哦，互伊，哦，啊，但是伊的功劳就是讨平正义官，正义官就是郑芝龙家己家己啊，哦。爱去日本带一个叫做田川氏哦，伊伫菲律宾哦，差一点用出战了，用救出来了哦，伊走去即款哦，含一个迄个大海盗李旦做伙，啊，走去日本的迄个即款贫户哦，啊，不要连阿萨克贫户，即摆阿个有一栋处理啊哦，爱带即个日本诶武士诶迄个田川氏哦，这里迄个延平靖王祠有拜即个田川氏哦，所以即、這个。清朝嘛是闹高人啊，哦，清朝诶，这款哦设置的延平郡王祠，哦，沈葆桢，哦，伊得承认台湾的历史，所以搞的人拢会去承认、研究、甲承认台湾的历史，对历史的变化来对掌握台湾的变化，掌握自己的主体性，哦，来发展，哦，啊，这个田川氏，哦，田川氏到尾安怎巧言，伊和迄个伊来中国，哦。迄个即款伊甲叫来中国吼，啊，结果互清朝的将领吼，甲伊强暴了后吼，通过我迄资料第一下有吼，伊即个郑成功吼，总去伊阵已经大汉啦吼，啊，伊甲伊去看到了吼，伊投井自尽吼，啊，尾仔郑成功用西方的外刀手术吼，移花吼，甲伊迄个子宫剖开，甲洗清气，佮提起来，佮佮埋葬吼，啊，所以立志复仇，所以典型公的反清复明哦，除了公的国家国意识以外，那种家的意识哦，你进来对哦。这个田川氏有生两个囝，我前头有讲过，这个典型公的弟弟，今麦阿个在日本第十二代啊，哦，叫做左妻卫门哦。我希望安呢正式宗亲会哦，后盖哦，计划好势，你看这个左妻卫门的第十二代哦，一个教授哦，请来安歌咏吼，迄个后盖吼，边疆未来特别迄个扩大哦。啊，现在郑成功的某叫做董夫人，啊，我有亲戚关系哦，因为我二婿家家即个董阿氏吼，我阿祖吼，就是伊号称伊即个董夫人的后代哦，所以即个伊的名吼叫做郑成功，但是外国人叫伊朱成功，因为伊是伊的国姓爷哦。啊！伊另外本名叫做扶松，啊！大家知影，即典型讲嘛，伊个基本的母语是啥物？日本伊基本的伊手绘一上以前哦，拢咧讲霓虹红，哦，霓虹红，啊，有汉字。郑成功是武士的第三代，郑成功诶，伊是日本武士的献给，
哦，伊毋是闽南人的性格，闽南人的性格是郑芝龙投机取巧，迄落随时变化，啊，到尾变无成功用量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迄个郑成功吼，伊着迄落中年，吼、哦，伊即人中年硬气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有日本的迄个武士的上面双流刀法，郑成功是毋是伊的武器吼、哦，是武士刀，伊的武士刀是两支手的，哦，两支手的，这个叫做双流刀法，哦。所以安娜对德贤公有充分的认识，啊，但伊不要有受儒家教育，哦，这个郑芝龙他请来了，哦，请回来台湾，中国了，哦，啊，这个伊的第二代郑经，哦，这个家族哦，做复杂啊，拢做无正常，国文啊做国际化，哦，啊，这个郑经哦，师通儒母，哦，做奇怪的是第二代拢叫做经，哦，这蒋经国，哦，这拢这奇怪，哦，台湾历史文啊做奇怪，哦。啊，迄、那个伊私通伊奶妈哦，啊个郑成功要甲出世，结果无郑成功家己伫台湾哦，总气一个巧伊哦，一当名哦，伫王城遐哦，啊，所以这个郑经生的囝哦，叫做郑克璋，迄、那个北派，迄、那个嫁吼，迄、那个陈克华，啊，陈克华诶做囝哦，啊，所以励精分家要励精图事，但由董夫人，因这个有那是武器哦，这個。中国的社会内底吼，诶，家族吼，女人的地位吼是有三阶段。第一阶段做人的祖囝，第二个阶段做人的媳妇做干苦，第三阶段做阿婆吼，做迄个即款媳妇熬成婆吼。这做婆的时阵呢，美淑太后的官位大得不得了，比皇帝还大哦。啊，这个董夫人那些讲，所以正式政权三代领台湾哦，一是媳妇的董夫人的掌权。哦，董夫人在掌权，到尾对这个郑克璋哦，是继位的时阵，伊要继位，伊甲处叫黑人卫队甲排挤哦，到尾是郑克爽啊，郑克爽袂使哦，郑克爽不要导航哦，啊，所以这个《拿拉萨基》要有记载，讲上水的走廊、上水的这款庙，拢总伫拿拉萨基，拢总是贡献给唐人哦，所以唐人遐我去拿拉萨基看，伊刷逼。哦，有四五间迄、那个这个中国的庙，哦，主要是闽南人的，哦，啊，迄个即款，哦，啊，一寡好食的料理，拢伫遐，哦，唐人的料理，哦，所以按即摆来食拉面，根本就对台湾去，迄个对中国去的，哦，啊，结果，即个荷兰，德贤公就击败荷兰人，哦，啊，等下较详细来讲，哦，所以即个安平，哦，总变作台湾府，总变作安平，引进即、這个。托你讲三界讲提供这个我即马咧写的论文、哦、所以这个社会从变作男性为主的社会，罗汉靠一大堆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哦，砍手棒手中去哦，为了这款拢中去哦，汉人怪异吼、哦、啊，迄个像这平湖来高雄，那是拢单身社会，这包括灌村呢，这拢中是男性为主的社会哦，军事社群哦，啊，所以这个。并这安平的时阵哦，并这3000到5000的人哦，而且拢大部分拢流动人口，里上层结构拢是官吏、水师啊，这等等清朝的时阵哦，在地化慢慢在地化，并这七个港口，总形成这个所谓的安平人出来哦，啊，那拢以高州为主哦，以高州为主，这就是这个安简单讲哦，是安平的这个历史哦，啊，以这个。下层结构拢是这孤立有迄个五条干部，迄个孤立帮尾仔出来安高雄，迄个孤立帮的帮主就是迄个即摆的帮主就是张献茂啊，哦张献哦，啊迄、那个伊的上层结构的水仙宫，伊就是做藤雕为主哦，就是即、這个以资方哦三迄、那个三交哦，啊所以伊家有一个孤立头是进来对做特殊的一个身份哦。因为这个荷兰吼无法度翻译哦，所以叫一个人做古力头，结果古力就带头去反控国外伊哦，反控这个这款哦，所以现况那是古力头哦，啊伊反控这个体制，但是这个古力吼无迄个有古力的反抗的行为，无古力的意识，伊无一套的理论出来，马克思有一套理论。所以共产党伫上海，我那时候讲是码头孤立的工会组合，哦，结果变成共产党，因为伊有一套的精英指导、介入、思考、意识，所以这意识有够重要啊！你有行动、有组织不好、有规律不好，你得爱有思想、有意识，会当变成家己的主人，这是上重要。哦，
啊，这就是这个王家寨哦，伊古里头，这安平上水的一栋洋楼是迄个这个古里头王家寨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总比这汉人的社会，这最初啊，拢从李家啊，比这家族哦，迄个家庭、家族、家园、家乡哦，这个中国的迄个家天下迄种都入来哦。啊，比这这个七个角头，这个安平七个角头，上大是海头社。啊，这个江阿坚哦，江阿坚哦，江阿尾哦，啊，这个凤城西哦，这个会友会哦，啊，加十二经社哦，拢总变作暗面哦，啊，但是法律上制度上，伫个蒙古顶管有写暗面两字，对日本人来明治二十八年我去抄户口资料，一笔一个抄哦，因为袂使 copy 哦，所以变作暗面人。是日本的本籍出现哦，你搁搬入来清国的，就是清国的，迄叫做滞留哦。啊，储户搬出去的，储户搬出去，那是对安平的乌色的，迄个户口资料开始哦。所以我咧做本土，我甲你讲，无第二个人像我安尼，我伫交情，伫洪山，伫遮阳，伫这个安平，伫这个孔庙。我拢是抄户口资料一户一户去做，哦，无比这个正港的本土了，哦，所以按爱有特地的反省，哦，对这个本土特地的反省，哦，就是你家，哦，啊，这安平的迄个庙，拢血缘社会、地缘社会，哦，就是家，啊，但是伊顶管上层结构往城内底，啊，拢伫咧搬，对这个荷兰搬走，变作田贤公搬走，追溯搬走，五口当中变作。遐个外国人搬走了，变成日本人，所以王城的通底下一直在换，但这七个角头的人变成安平人，哦，这就是台湾正港的历史，哦。所以这个安平的阻挠是足艰苦的，哦，安来含迄个台湾做比较，哦，所以安平的日本人来的时候，看安平的阻挠，拢总袂晓写字，日本的阻挠会当会晓写字，哦。啊，但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才有一个比较较反省哦。按家庭的历史吼，对家父、新厝牌啊、蒙古这宗祠这种字，应该不易人出少。但是有关家族的、有关庙的，拢会甲写起来哦。这就是文字记载，这足重要。啊，无当你脑筋内底迄记忆哦，变作记录的足重要哦。啊，所以。这个祖先崇拜，这个祖先厅、新厝牌啊，大家家庭拢总有哦。这唔是所有的哦。伫外国人，迄叫做客厅，入面迄叫做客厅。客厅咧招待人客、看电视的哦。但是安尼，安入面上重要的所在是咧拜祖先的哦。这是足重要，这是家族的意识哦。所以财产含祖产有啥物无相共？我迄、那个吴景花前届咧开土地公，我即摆咧做土地公的计划哦，总动员哦。伊讲一个故事啦，哦，伊讲这个土地吼、哦，土地人伊去买一个屏东的土地，这个祖先三代拢伫遐老官三辈伫遐耕种有记忆，这项财产无共啊，祖产项财产无共啊，祖产卖去就无啊，哦，啊财产咱卖来卖去啊，安尼资本。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流动的社会，伊就是财产卖来卖去尔，资产，哦，所以按高雄的人，按台湾人，敢要常常去用卖来卖去，哦，所以这足重要反省嘛，哦，所以按这台湾是安尼做善，哦，台湾是就是规个岛就是安尼做善，哦，这袂使卖来卖去的，哦，这是足重要的意识嘛，哦，所以这个清朝这资料有那有够侪啊，我你要做足久的哦，要写要1800字啊哦，所以变作父系社会这唐怀英讲过啊啊哦，伊就要中共吼、哦、对商朝开始吼，伊阵查某还够管的吼，三公六院七十二妃到迄个清朝的时阵啊，已经家天下哦，变作父系社会啊哦啊，所以这个变作姓氏包括图腾为主哦，啊这个家庭家乡家族。哦，这个变作非常重要。哦，啊，聚落那是单姓的，到复姓的、双姓的，伫大陆较侪单姓的，吼，啊，来到台湾杂姓的较侪，哦，复姓的较侪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变作伦理空间，这个建筑也是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应该要读册，吼，注意应该爱好中去读册，哦，啊，不要日本人来开始较有
哦啊，所以做人诶，三个阶段拢无共哦啊，所以即个唐伯虎嘛，爱元宵节开，咱去比如看到迄个一款哦，情香港诶情人节就是一款元宵节，查某人开咱去比如，所以普通时阵袂使去哦，所以迄阵诶船变做汉人诶一种船哦，所以安平即卖有一只，即足重要。我咧做行政院诶文化资产委，呼吁讲即只爱变做国宝。即王船哦，即一百吨啊，即个万安吼，即只巴士来过搭到，即摆过关伫个安平个庙个庙厝公个顶馆哦，无人无几个人知哦，即足奇怪，安无咧重视即啦哦。台湾足奇怪，即摆的政治改成民主啊，改成哦，拢咧讲本土哦，啊，但是实际上哦，伫文化甲历史方面哦，我你讲，那近排我去咧开会吼，文化学术界人士一定伫坐伫上阿边啦。哦，但是迄个甘乃迪吼，弗洛伊同弗洛斯特吼，这回开会吼，伊就叫弗洛斯特坐第一位，因为总统定咧换弗洛斯特打一个尔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这个意识无同啊，吼，优先无同。啊，所以这个船吼，变作一种中国船，哦，啊，所以也造船，哦，对迄个一款电线工开始造船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啊，所以大家拢知影这重要性嘛。这无变作记录，这拿记忆尔。我要甲学出来，学出来了，我要查户口资料。传达讲，日本是上重要。啊，但是这个安平的造船的拢做七号尾要来高雄，日本是来被迫来高雄发展。尾要变是按高雄造游艇的技术推下来，因袂晓设计，但是会晓做。哦，所以按游艇工业规个拢对这发展过来，但这咧研究的人无几个。哦，啊，所以开始。变作汉人的这些企业哦，民华哦啊，所以这个这资料做不了做侪，给大家小看看者哦啊，所以服装啊拢改变哦啊，这个这企业书加这列宁传够侪哦啊，休书等等哦，或者学宗祠哦，比较做侪哦啊，讲开始变作三从四德哦啊，这全中国全世界上变态的中国文化哦，因为早人我若做爱缠小脚。这迄个，伊个脚迄，伊个迄个，脚很细很细，家己挺绣花鞋，所以一百公尺以外我都去。哦，啊，知影迄个红山哦，我查户口资料，拢总清朝六千几个人哦，查某人占一半，差不多三千几个。查某人内底产销脚偌济呢？891个。哦，891个哦，含我来做相共，一百公尺以外伊行袂得当。哦，比如说我细汉的任务就是替伊干妈店买一百块钱以外买物件，哦，所以这种吼，啊，佮后迄个即款哦太监哦，阉割的男人哦，出来专门咧迄个即款替皇帝咧干事哦，啊，所以到清朝的时阵，不要即个台湾府哦变作府城哦，啊，就变作家族的生意等等哦，这规套的哦，所以以中国来讲。以汉人的社会来讲吼，国甲家吼，安尼讲国家吼，所以这国甲家吼，家变作家天下吼，这实在哦有利有弊啊吼，这值得去反省注意吼。啊，等于按台湾的电线工来，第一啊变作家族吼，家族军队、家族政治、家族贸易吼。啊，安尼家，但是安尼即摆社会崩溃，安对家庭应该要。四书五经以半部伦理想象，还能知天下，伊就是家族制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政府的公权力吼，公权力不彰啊，但是迄个一款这个民间吼，民间的力量很强哦。啊，也有靠这个家族伦理哦。啊，所以变作讲唐太宗的时阵，告霸也能治理天下，想怎拢家族家己伫内府家己管家己啊哦。啊，所以这个。家庭教育按怎么崩溃哦？因为按怎么拢专业教育哦？专业教育就是教法律、教数学、教物理、教等等，但是无咧教家庭哦，家庭变到成家立业哦，所以这足重要哦。成家立业对婴儿期开始，青春期心理学来，对一直到成年人，按照成家立业，一直到空巢期、更年期、老年期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按呢政治中心会哦，有一个核心的迄个价值。应该是要确立这个家庭伦理哦，对这个家庭伦理哦，因为要像安尼伫只开会，我伫街头一个临时中心会，嘿足强哦，迄三千几个啦，我大概伊迄个严格碑记是我写，我一世人啊写第一个碑记啊，哦写
下个礼拜吼，我用叫做一个悲剧吼，我大概做爱去参加因的迄、那个。因迄个祭祖吼，清明节祭祖吼，因为因迄拢创三千几个吼，不得了吼，所以这家庭崩溃时代吼。但是安尼讲，西方安怎？西方即摆上新的空间理论叫做巴塞尔，伊空间思想就是咧讲家庭的吼。啊，我通过有讲过，电脑第一页是home，郭台铭拢有迄个观念，讲爱对home开始吼，对家开始吼。所以安即摆是家庭崩溃时代吼，这是离婚率很侪吼，啊，佮新的移民。实在非常重要，所以第二部分，哦，所以第一部分讲了，哦，就是简单，哦，讲这个地形，讲这个交通，哦，离岸，这个台湾的历史，离岸平整，哦，规个变化影响，哦，啊，第二个单元来简单讲一下，讲这我有写出侪，哦，这地形讲到荷兰，是安怎伊较会赢，啊，这比较，哦，啊，这比较，哦，诶，资料有哪非常侪，哦，这对这个塑像图开始就是，地形讲赢，但是荷兰输，哦。啊，所以对观念、对制度、对技术、对物资来做比较，吼、哦，这个地先讲伊的观念哦，伊的伦理观念，哦，啊，伊的家庭的观念，哦，啊，伊但荷兰是资本主义，哦，伊迄阵就开始有公民社会、市民社会，有族分族比，哦，唯利是图，以会计制度等等，哦，所以以这个以这个做生意为主，哦，伫西班牙到迄、那个伊在里亚独立出来的时阵，这地先讲吼，这个荷兰吼，伊叫做尼德兰，哦。啊，但是吼，伊对西班牙，伊迄是拢哦，迄、那个贵族甲国王咧探险。啊，伊西班迄、那个关荷兰吼，是迄个中小即款企业吼，以即、這个资产阶级吼，以即个公司为主哦，啊去即款哦去发展哦。所以伊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就是行地仙宫无相共个所在。地仙宫有一个集团哦，叫做武商集团。即、這个武商集团吼，伊就是即款。哦，迄、那个即款有哪做生意？哦，这离中国历史这有哪做汉地的？哦，离迄个即款汉语来讲，哦，但是迄个荷兰，哦，但是荷兰迄阵，哦，按照比较就知影讲，迄个荷兰吼，迄阵的重要性。荷兰伊迄阵就有笛卡尔，哦，笛卡尔，按拢知影笛卡尔，我是故我在理性主义的开始，哦，启蒙主义，哦，启蒙，哦，啊，所以，但是你唔知伊就是伊来攻来占满台湾的时阵，笛卡尔就是伊。荷兰迄阵的思想的主流，哦，但是伊迄阵，哦，因迄阵是神权哦，哦，所以荷兰那经过足大的奋斗，哦，的思想家那经过足大的奋斗，哦，所以思想家常常被认为异端了，哦，常常被打压，哦，历朝历代东西方都一样，思想家都是被打压，因为要突破界限，哦，突破爱给人换线，哦，对有权力的人做一个批判，哦，这思想家的啥呢？哦，是。安爱分清楚吼，安台湾人即摆爱分清楚，就是讲思想当然没有界限，伊是会当上分拢会当人事实地物拢会当批判，但是迄个即款制度就爱去监督就是进入体制内底，监督像以这个监督吼，啊迄个即款在那不合制度的，不迄个即款这叫做抗争哦，社会抗争，所以对批判甲。到迄个即款监督甲抗争三阶段，来即摆台湾做歹的是一大堆斗鸡啊，斗鸡争权夺利拢为伊家己啊，安尼袂使哦。所以即、這个即种爱分得清楚哦，抗争那是为公的哦，弱那大部分弱势哦，啊监督嘛是为公的哦，但是即个斗鸡哦最歹哦，斗鸡即变作争权夺利哦，即拢变作伊监管独立啊，变作伊家己的，安尼袂使。地仙宫吼有一个。虽然家族政治、家族军队吼，但是有一个特色哦，因嘛有那些拢理工的吼。好，啊，这个所以迄阵因有这个斯宾诺莎，伊有教会甲挂出去啊，因为人本主义的开始哦，所以伊这经过奋斗哦，所以荷兰的理性主义的意识哦，迄阵那开始哦，啊，但是按台湾比较起来，按无这种意识哦，啊，有这个伦理因有这个。迄、那个即款韦伯写即个新教伦理精神，就是伫荷兰甲英国才开始写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有即个蓝血都要变作日本先现代化开始，啊，拢知影日本的福泽谕吉就是即个庆应大学开始，庆应大学甲早稻田大学咧打棒球，这大家拢知影。所以荷兰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是咧找历史上的金银岛，这伊的最高机密，哦，伊讲伫东方吼、哦、马可波罗游记内底延伸出嚟的，对，讲一个岛顶管拢是。用金马做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来台湾派一个上尉，吼、哦，去当伊咧找这个
金银岛啊，去日本吹啊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伊是一个交换社会开始，吼，啊，拢知影，即、這个原住民吼，伊、啊、就是无钱的观念，无货币的观念，无资本累积的观念，无资本交易的观念。但是汉人的社会吼，闽南人就开始有，吼，啊，但是荷兰的社会吼，是对即个资本吼，会开始吼来经营即个资本吼，拢趁钱为目的，吼，对顶。天顶飞地方咧走的，啊，迄、那个海内底鱼啊，啥物等等吼，拢做变作，包括人在来海南啊，吼，拢会当买卖，吼、哦，即个所有诶物件拢变作物化，吼、哦，物化就安尼开始，吼、哦，拢变作货物，吼、哦，本来是动物、植物，即、這个万物，吼、哦，但是拢变作货物，吼、哦，货物就是迄个资本主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个交换社会开始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个一阵墨西哥。黄金诶金啊，哦，乌乌诶，哦，走去菲律宾变做迄落钱了，来台湾买物件，吼，啊，互咱交换，哦，一直即个钱吼，一直用到迄落即款日本人来为止，哦，所以即全世界诶贸易吼，即台湾史吼是其实是做复杂诶，吼，无好研究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个黑奴呐，我那是迄阵因伫迄落即款。哦，即款三角贸易，哦，伊用黑奴，啊，另外破除文下鼓励，哦，专，这鼓励有够重要诶啦，哦，资方以外，这劳动就是对荷兰开始，就是对这鼓励开始，啊，鼓励对高雄诶历史啊最重要，高雄诶临靠1924年设施诶新北四万人，但是迄个鼓励伫高雄咧，迄个产业带动铁路带动港口带动都市计划，哦，这所有诶计划内底吼，需要诶鼓励，当吼34万人。诶，鼓励伫高雄打造这个城市的对，但是按台湾按高雄对鼓励的研究吼零，哦零，哦零呐，挂零哦，一片都无，哦，诶是我破处分来下手，所以我伊甲先我讲，我写50万字，伊讲阮鼓励拢唔捌字哦，你看我都写50万字啊，鼓励拢唔捌字，你看我都写50万字，实在不想起来做复杂哦，啊这是跨国的，哦跨国的，因为伊说。开始是黑奴吼，那伫印菲律宾一直载到迄个印度，印度搁载到马来西亚搁再来台湾吼，我那黑奴，啊那不要变作沿途的有色人种，印度啦、印尼的啊、加安的迄个小琉球的吼，拢掠来迄个巴达迄个即款哦，迄个热兰遮城吼，做独立的对啦吼，啊但是迄阵拢叫做乌鬼，啊但迄伤过少、伤过远，到尾直接对中国进口这叫做鼓励，哦，啊，所以民进党吼就不爱讲这个中国啦，爱去中国化，啊，但是你实际上吼，这鼓励的数量吼，人吼有够侪，哦，啊，这迄个即款总变作台湾的人口的主流啊，哦，数量上，哦，变作主流啊，所以这里袂当去否定，哦，啊，但是伊这变作主流吼，伊是不平等的，所以这是降杠的台湾数是安尼啊。不是迄、那个，唔好去甲扭曲啦。哦，你真正实际的情形是安怎就安怎。哦，啊，这鼓励因为不平等哦，国华义勇台西国千几个人哦，欧王社哦，欧王社台哦，造一个工商业，所以工商业者叫做欧王啊。哦，所以我要吼，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第二个鼓励头的一车第成功来。哦，所以这鼓励实在足重要。啊，所以典型讲一些正式家族、正式增加军队、哦、增加的贸易，规个拢是按迄个荷兰无共，荷兰是去迄个款会计师制度哦，啊伊迄个所有的小拢做清册哦，所以伊这行迄个款这所有的小打典型讲郑芝龙甲典型讲怎样，典型讲甲搞郑经他怎样哦，所有的人拢唔知影因迄小钱哦，哦这小拢是秘密的哦，所以这就是缺点哦，啊正式军队吼，拉效忠郑成功因迄个家族，哦，啊，这正式贸易，哦，这包括伊个迄个关政治啊，拢相关，哦，啊，这所以这五商贸易集团就是咧替郑家这贸易，哦，啊，这碧海之友来替都这做者记载，哦，啊，这有郑成功的有理论的哦，伊这理论是浙东学派浅迁移下来，哦，伊阵的儒家主流，啊，也有闽学，哦。啊，所以这的迄、那个，这的典型讲的伦理精神的，来玩吼，啊，这后拢有论述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阿勇文化制度上吼，就是一款对监管的观念吼，变作制度，制度就是
以及正式 家族、正式政治、军队、阿嘎爷贸易啊，规个变作，以及那海商海盗集团合一啊，因为中国无承认，盖船内底制度内底无承认，伊然后做什么？伊是操控制度啊，天下秩序啊，大家当伊操控中国，即摆还阁慢慢阁要恢复安尼啊，叫操控制度啊，因为大国啊，啊，即荷兰就是强调爱平等外交啊。爱强调公民社会、市民社会以唯利是图，所以有利有弊。所以这两种社会，以这个地形公告荷兰，东西方第一次冲突、第一次接触的时阵哦，会当做足好的反省甲比较哦。啊，所以内底按台湾是要行啥物路线哦？迄阵是迄个地形公决定拍赢荷兰，按行迄个加州啊这种路线哦。但是加州这个路线吼，迄个到即款日本吼，有一个松下幸之助哦，伊就讲传贤不传子。哦，这个家庭哦，家庭的公司哦，爱传玄不传子啊，传子值得你想盖好的，诶，经营人啊，你筛选的时阵就爱请一个内行去筛选，要做荷兰要派一个人去印尼做保，要爱派一个内行的去贸印尼做保，要安尼迄个钱开赚钱，公司开赚钱，哦，所以伊这不是讲恁囝去，恁囝就样筛选，恁囝就会当做生意。所以的公司是公司哦，所以以前公司就是 company 哦，伙伴哦，所以按台湾人哦的优点，就是对地先公开始家族化，但是家族化吼是拢恩格斯咧讲的私有制的开始哦，私有制有伊的优点，有伊的缺点，所以这按台湾对研究台湾史爱深层的认识的时阵哦，就是爱对按这家族对公的私的分得清楚，这界线爱分得清楚，无公的甲私的拢分袂清楚。啊，变作有一个集团，底下咧争权夺利哦，像个政党内底佫有派系哦，这做歹哦，这变作迄个款哦，民主政治的权力诶倒退哦，变作人应该要人批判过啊，叫做按个咧走旧的路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制度爱去反省哦，这 VOC 就是荷兰的迄个东印度公司哦，啊，所以以前这事实贸易这个俩乌鱼吼，这鹿皮啊，到尾引进藤条，所以按藤条做些拢是荷兰引进的哦。爱伫只起这个城哦哦，爱迄个即款荷兰的技术吼，伊做重视技术，伊重视迄育种，所以按台湾番麦啊、番山梅啊吼，番迄个飞镰刀啦啊，等等个拢是荷兰引进的。按即卖农委会啊，去起遐咧学这个学这农业技术哦啊，所以迄、那个但地先啊地先讲有学这个哦，所以中国做无差伊就是。地先讲的部队25,000人，哦，啊，但是迄个即款，伊佫有扩编，哦，啊，拍入去人惊城，啊，伊无骑兵部队，伊的骑兵部队袂使，哦，啊，迄个清朝是骑兵部队，清朝的骑兵部队拍输地先讲，地先讲的部队拢有枪有炮，哦，就是迄个17世纪，中国的现代化的部队，哦，但是佫过到鸦片战争1845年的时阵。哦，佫相共发生一届，哦，佫相共发生一届，即中国无反省，哦，所以按台湾爱对全世界的技术、全世界的观念、全世界的制度做敏感，按爱学上好，哦，即就是一款，哦，即地先公甲荷兰的比较，哦，按个一个启示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个造船，哦，荷兰以前伫台湾闹造船，哦，啊，但是尾仔地先公闹公，哦，所以即个是按尾仔游艇工业的开始，哦，但是按对这方面呢。研究嘛，实在做更小拢无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郁金香本来那是荷兰人外号引进的，所以1636年哦发生一个郁金香事件，吼、哦。但这拢会当证明讲荷兰对这个伫台湾江吼，对于这郁种，吼、哦，因为伊爱买上面花番仔姜，上面番仔姜上香上好，伊就把引进来台湾种。上面番薯上好，上面番麦上好，引进来台湾，所以台湾买啊，即卖美国麦当劳迄种番麦，迄较会价一个。按台湾迄个荷兰引进的，迄开始全世界上好的酱嘞，你看加起来吼，足 Q 的迄种吼，荷兰的主食嘞吼，所以这按嘞按有啥要宝贝吼，按家己拢唔知影就对了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印河这水利这那是荷兰引进的吼，啊，所以有做者变化比较吼，这中国这个关哦会当做参考吼，啊，物资方面这个即、这个荷兰甲民政吼，我那会当做一个比较。即我离迄个空中大学已经有讲过啊，吼啊，所以对即个受疆土的结果，就是地先公迄阵，地先公即个制度，吼，地先公即个技术、即个观念，拍赢荷兰，吼啊，但是贡献吼，
我那一条更小，不然有出一本册吼，伊不要伊即马嘛咧平反啦，吼平反台湾史，吼因最后一个上位吼，多少三百几个人吼，迄项地成功25,000人的部队吼，小阵，哦小阵，啊伊讲吼，即其实含迄、那个含迄个即款希腊的历史内底吼，希腊的历史内底迄个经营世界，哦所以伊讲迄三百是勇士呢，哦勇士呢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过来拢讲荷兰歹，无去看荷兰的价值吼。啊，但荷兰的历史，伊即摆要重新写吼。伊讲迄三百个，伊人提前讲25,000个船吼。荷兰十二架船，啊，提前讲来300架的船啦。啊，你讲迄是要安怎整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大家爱讲哦，这那是一个歧视哦。中国的人口，你讲看10亿、10几亿哦，这数量上哦，这不得了哦。所以这无啊，台湾正无要生囝哦，所以这家族吼，那变作无去哦，人口。所以我伫厦门大学吼，我甲大家讲一个秘密哦，迄已经吼，前届选举了吼，伊甲我讲蔡英文输的迄80万票，就是中国这起码能控制迄80万票哦，包括因为中国对边疆民主吼，蒙古、西藏，伊拢会当做袂当讲的。你西藏有10,000人，我刷1,000,000人入去，我人口的质跟量吼，佮比你比较济啊。我的社会地位、经济条件、技术条件，拢比你比较悬啊。哦，到尾啊吼，变作以优势啊，以上层结构以优势啊。所以你西藏、新疆即摆要折返足困难啊。哦，爱对付香港即摆也相共，即摆按台湾是盖厂较强，按有一个。哦，所以但是吼，即摆迄个台商去100万人，啊伊迄。外籍配偶、陆配哦，礼拜超二都要死我怎么？哦，啊，包括家族在内，所以大家爱知影这人口的政策爱长期的，百年树人嘛，哦，百年树人，啊，应该家族哦，家己会让培养家己家族内底啦，只有那百年树人啦，哦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今仔日吼，按对透过这地成功吼，来唤醒按台湾的历史吼，这也是非常有价值哦。我简单报告到这，多谢大家。